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八哥，现在在越南这里啊，在越南这里，然后跟小凤还有小凤的妈妈，然后现在去买衣服。昨天晚上直播挣的钱，然后刚刚给的丈母娘100万越南盾，然后现在丈母娘拿着100万越南盾准备去买衣服了。现在我们准备过去了，加几句也可以。那你讲几句？你讲几句？大家好。然后我多讲几句，再光讲一句。大家好。再讲几句。昨天我妈妈直播了。你要把这个扣。大家送了很多礼物。对对，哥，讲得好。大哥说。怎么说？礼物是送给我妈妈，就是给她去买衣服。今天我们去呀，给她买衣服。对，昨天直播，然后大家送了很多礼物，然后今天的话，我们大家昨天送的礼物，然后换了越南盾，然后现在给妈妈了，现在小凤带着我还有妈妈，还有我一起去买衣服。我是做监督，还有这个江西的老表，我来做监督啊。是不是真买还是假买？不要拍视频，我再给你的铁粉看一下的。对，给妈妈，给妈妈去买衣服啊。好，你得领拿来。小凤，你还讲不讲？还说不说？再说几句。不说了吧。不说了。我们先买好了，我们回去再说。不知道说啥了。好。前面是妈妈啊，妈妈在前面走。这个八哥穿这个衣服帅多了，可能照起像。好，现在我们走去买衣服了。越南卖东西。这边是很多东西。这边是越南的一个市场。照一下，这里有镜子。可以。什么镜子？想不照。这边是越南的一个市场，然后小凤和妈妈和我一起到这个市场来看衣服。昨天那个甜甜也是在这边买的小甜。是啊。这边他这个姐姐家，他很多。小凤。现在他回去了。哪个家里？小凤带我来了啊！现在我们在这里看衣服。现在小凤和妈妈过来买衣服，正在看衣服啊。我也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了，他们说的越南语我也听不懂。然后小凤在这里看呢，反正我也不懂，我也不知道。100万在越南的话也是很大的钱了。一兆啊，对，100万是越南的一兆。越南我们一兆的。越南因为它没有那个万的单位，所以他就说是一兆。100兆换了33。对。33。我们越南。对。这个店小凤经常来，上次小凤带我来买衣服就是在这里买的。我现在身上穿这个裤子还有我原来穿那个外套，都是小凤带我在这里来买的。上次我买了2件。小凤说妈妈不喜欢这个衣服，然后得出去重新看，出去重新找。现在小凤和妈妈然后到这边重新来看，她说刚刚那边的衣服不喜欢，现在到这边来重新看衣服。小凤给大家打招呼呢。
现在到这块来看了，重新找个地方来看衣服。这边衣服很多，这边衣服还是挺多的，种类也很多，种类的话也很齐全。这个市场还是挺大的，你们这边这个市场挺大的，衣服挺多的，这里好多衣服，什么样的款式都有，衣服款式种类还是蛮齐全的。大家看，妈妈在挑衣服啊，小凤在跟着妈妈一起在看衣服。哎，我咋不会拍了？我咋不会讲了？咋拍视频拍了这么多年了，咋越拍越不会拍，越拍越不会讲？拍了这么多年视频了，咋感觉是越讲越不会讲，越不知道讲什么？拍视频感觉讲不出话来，讲不出语言来，这样的话我感觉拍的视频就没什么意思。所以这个拍视频口才特别重要，口才是真的特别重要。口才好的话拍的视频大家就喜欢看，像我口才不好，太啰嗦，重复话太多，拍的视频大家就不喜欢看。现在妈妈在这里啊，小凤跟妈妈在这里看衣服，我在后面跟着呢。现在又到这边来看来了。小凤带妈妈来这里了，现在正在挑。这衣服款式还可以，挺好看的，还行。我看着还是挺不错的。越南这边这个市场里面衣服也挺多的。大家好，我没听懂说什么的。他都不懂我们吃什么。对，是说越南话，你要多学越南话。对，你们说的我一句没听懂，我听了半天没听懂一句，不知道到底是说啥呢。我感觉越南话太难学了，我现在待了这么久了还没学会。你感觉我多长时间能把越南话学会？你如果好好教我。好像了，得一年学吧。一年。你要好好学着去学一年。要好好学的话，你学一年都学不会。不好好学嘛，两三年。两三年都学不会啊！我现在越南待一年，我看看我待一年到底能学多少越南语。现在我待了20多天了，再过几个月我看看能学多少。我现在每天学几句话，每天先记个几句，但是记几句的话，我老是记不住。感觉还是挺难学的越南话。这小孩现在在给妈妈。在越南这边。啊，就叫了一下看。试衣服。好看不好？现在在试衣服。试衣服。妈妈正在试衣服，我跟小凤在这边等。这会儿小凤和妈妈在选衣服啊，在选这个衣服。上面这个比较高啊，够不着，用这个架子拿下来，然后试一下。然后看看穿着合适不合适。小凤在帮妈妈选衣服啊，小凤在这边看。刚刚看了几家，妈妈都说不合适，然后小凤到这边来，帮妈妈在这里挑，在这里选。他们正在说，我也不知道说啥了，
反正我是一句听不懂，我是没有听懂一句。反正这个越南话我待了这么长时间，我反正也没学会，也听不懂。这个他们说的也比较快，他们说的特别快，所以我就听不懂。小凤给妈妈选了一个外套，选了一个外套。大家看穿着合适不合适？大家看穿着好不好？大家看，你们看穿着好不好看，合不合适？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大家看穿着合不合适，穿着好不好看？大小不知合不合适，大家看一下，你们看看大小合适吗？小凤又给妈妈又选了一件，选了一件这个一个外套，一个秋衣。大家看穿的怎么样？又重新再试一件，重新再换一件，看看这个合不合适。大家看我这个视频是不是拍的时间太长了？拍的时间太长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耐心看得完。大家看穿的好不好看？大家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给妈妈把衣服买好了，现在我们俩回去的，跟小凤回去帮忙了。这个衣服是妈妈的，给妈妈买的衣服在这里拿着呢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。妈妈还跟呢，大家跟什么？妈妈还跟那个老板在聊天。老板在聊天，他说我们回去，先回去。然后让我们俩回来先帮忙卖饭，然后先做事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